为着彰显县内各社区的特色美食，文化局日前特别伫沙雕文化园区举办社区总铺赛美食料理比赛，吸引25个社区利用在地美食，做出各种有创意又够澎湃的料理，来提供南投的特色美食。何况啦，我们是把这些坚强一道又一道看起来非常好吃的美食料理，民众大家是抢在翕相，每一项料理都是由原来在地农产品所做出来，也是由文化局特别在沙雕文化园区所举办的社区总铺赛美食料理比赛。番薯做的又有好吃，原来啦，比赛活动也吸引了原来25个社区利用在地美食来做出各种创意又够澎湃的料理，来推广南投的美食。从第三社区就用英雄有名的韩吉甲碟啊，来做出创意高级的礼品。那我们社区呢，是以红番薯、白番薯以及欧韩吉呢，来做成那个薯泥，那做成仙女的甜筒。然后第三韩吉熊肝蘸，所以我们以这个来创意呢，让老少都很喜欢的甜点。那另外我们的摆盘呢，也利用我们的竹编教室呢，负责那个甜点的摆盘。尤其啊，这中埔西吼，把他们最美好的菜啊，制作出来啊，让大家来品尝，将来可以变成吼，我们南投县啊发展观光，每一个乡镇啊发展一个美食的条件吼，他们所做出来的菜肴啊都非常的好看又好吃吼，我们希望啊，下中埔西吼，拢会当啊，在你们每一个乡镇哦制造吼，我们每一个乡镇的美食啊，来提供给在来旅游的吼。这些游客来使用哈，我们也非常感谢。活动现场热烈滚滚，主办单位嘛特别用板凳的方式来呈现菜式料理，更加希望透过活动，和各乡镇市的社区拢会当推出家己的特色料理，来推广南投，吸引观光人潮。记者林顺畅报道。